炒楼二个炒壳，一个单位半日升110,000。个厅细到用脚趾都开到电视，300尺唔够嘅旧式洋楼都可以卖到7000蚊尺。楼市冇乜嘢系唔会发生，唔呃你，连卖楼都可以。一个单位一日梅开二度卖2次，是咁的。呢、这个新界西北区细价楼，粉岭中心高层610尺单位，业主见租客已走，个市又旺。上个礼拜五将个交吉单位叫300万放售，短短两日咋，以292万卖出，业主已收咗20000订。但系业主梗系想卖贵啲啦，订已收又如何？单位照放，楼照睇，到同日夜晚8点，另一间大行经纪带咗个客去睇。呢位客人好满意个单位，即刻博取，用3,028,000买入，早同晚嘅价钱竟然相差110,000。业主梗系见 happy 啦，赔顶10碎啦。市场就有传新卖家唔知单位以292万卖过，但大行经纪话新卖家系知情噶，由于同屋苑再冇平盘，所以先高价入手，而订金都加到100,000，惊业主又反悔嘛。今次业主扣晒赔顶同佣金，赚多29,000啊！